代可是日本高斯旗下的顶级品牌，诞生于1970年，在日本的地位和 CPB 可以说是并驾齐驱，不分上下。随着这几年代可越来越火，限购断货已成了不可避免的现状。代可官网上也明确标注了限购产品及限购数量，代可旗下的产品规模也很庞大，无论是彩妆产品还是护肤产品，都是日本妹子的大爱。其中护肤系列特别多，比如最人气的几个代可 Acumulity 真彩经典系列，代可 AQMW 系列，代可 Selgene 时光活颜系列，还有三大自然护肤派系列。今天由酱给大家整理了代可断货最严重的十款产品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以 Liposome 保湿化妆水这个系列原本只有小紫瓶精华，上个月推出了与精华搭配的化妆水，目标是增加角质层的内部容量，以此加强肌肤吸收力，质的是清爽的水状，吸收超快。二代科植物韵律泡沫洁面代科产品里的第一个氨基酸系洁面，适合所有肤质，尤其是轻抗老的年轻肤质，改善因干燥导致的毛孔粗大和水油不平衡，提高肌肤弹性柔软度，温和去除老化角质，但对肌肤不刺激。三代科 Selgene 美白化妆水，这是一款高保湿及抗衰老兼备的美白化妆水，含有屈酸、抗坏血酸、葡萄糖苷等成分，搭配亲肤性高的复合囊体，其与肌肤润色的同时持续渗透，协助肌肤吸收其他美容成分。四代科白檀全效修护霜，驻眼于斑点的根源，利用有效美白成分，展现白皙莹透的肌肤，水嫩触感及宜人的白檀香氛，温和轻过住肌肤。五代科紫松高机能化妆水，对不稳定肌肤、敏感肌肤、粗糙肌肤，含有天然植物成分的高机能化妆水，更换季节容易发痘，肌肤干燥脱皮，肌肤容易疲劳而变黄发暗。它除了镇定去闭口之外，还有点抗氧化作用。六小紫瓶精华，代科的小紫瓶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款保湿美容液，可以防止因前燥而引起的肌肤粗糙，使用时水分触感融入肌肤，使用后保湿柔嫩，隔日清晨能实际感受滑嫩的肌肤触感。七代科 AQMW 美白乳液，这款美白乳液的质地比修护乳液的清爽型还要清爽一些，上脸时候肌肤吸收的效果特别快，而且不会浮在表面，属于超保湿又不会油腻的感觉，提亮肤色的美白功效也是它最大的特点。八代科牛油果乳液，他家的牛油果天然植物乳液已很出名，好多宝宝都会种草，里面含有被称为森林黄油的牛油果和其他果实植物成分，可以柔软肌肤，长时间保湿，水水润润弹弹。9WHITALOGISDNX 三斑精华，代科很火的一款美白精华，别看个头小，功效可不小，成分中添加具美白效果的成分屈酸，针对令人困扰的黑斑产生作用，让肌肤白净的集中精华液深入肌肤底层，直接作用于黑色素生成细胞，持久充分发挥独有美白效果。吃高浓度保湿复活眼霜，贵妇级里不能少了它。代科家的小紫瓶眼霜保湿效果特别好，还能够淡化黑眼圈，质地轻薄，而且也很好吸收，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黏，不过很好推开，配合按摩棒做一下，提升效果会更好。你来选评论，优酱送福利，今天送出 MUJI 无印良品压缩性面膜，至评论处选出留言人气第一的小伙伴免费赠送一袋我。